我还你原形。刚刚讲错，这不是 Jeff Lin 的最后一波啊，还有一波啊，哦，还有一波。那我认真讲啦， Jeff Lin 说那个115票，总共有 70% 的人想要用助五先啦，好啦，就助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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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聊天室帮 Jeff Lin 集气一波六，集气一波六。好，谢谢聊天室的集气，我们见证奇迹，加四恶魔魔杖尝试点加六，使用助五开始强。哇，加油加油加油，今天已经算是 Jeff Lee 算是很惨烈啊，抽卡还不错，但其他合成都算蛮惨烈的，看看 Jeff Lee 能不能在最后这一把恶魔魔杖扳回一城。加六恶魔魔杖，我还你原形。加六，好好好好好好。那个 Jeff Lee 你还要再点吗？有观众说是64000啊，64000粉啊，64000粉，然后你还可以再上属性嘛，哈，对啊，他还可以再上属性，所以这一把你要考虑一下，因为你如果点爆的话，要等下一次，要等下一次，再来一张白五卷啊，好 ，OK， 来聊天室，集气一波七，集气一波七，集气一波七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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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Jeff Lin， 直接让你加官进爵。谢谢聊天室的集气，我们见证奇迹，加六恶魔魔杖尝试点加七开始强，哇，加七恶魔魔杖，我还你原形，啊，死了去。